拜祭的这个了。啊，这个服务的正神哦，一般来讲啦，拢。结果了，就没影响了。后面来了，没有了，等下才到后面。这铁路用的，这铁路用的，啊，这铁路用的，所以这我常常想说，铁路哦，原来铁路会掉，国家风景说应该用这做自行车步道，那是电走道最好，就太平街这样那样，那都很可惜。它这现在铁路两边都穿过很多风景，很漂亮。好，那边好，随着个人的心境，你想象这个地方像什么？随着你心境在转了哈。啊，是没有平等统一的，从身份同学的神力最广的是什么？就是土地公嘛，土地公。哎呀，五百就增加一份的信心。你也刚刚哦，没有信心哦，看到这个庙地啊，神力可以加持。喂，好了。
它越久越叫鬼了，我们就沿着这边就看到西河西北，这条溪叫人人溪，人人溪啦，哦，连溪甲要去挖来遐，挖来什么所在呢？这个看你会哦，这个路基，铁路的路基，哦，这条路看到无遐宽，哦，看到无遐宽，这个古道哦，现在是古道，看这个古道，当然古道的沙地的，要经过人人岭，哦，龙岭古道不正常。哦、我刚才说到杨廷礼、吴、沙，他们当年的到宜兰去开垦，是走这一条路线的，不是去行草岭啊。所以很多的解说员、哦、都是会走，别个三条了无想，无行三条了，别就是草岭啊，就是国际湖。因为半信半疑的话，我可能无带无钱，天天踩坑去吃。